这一段呢是排行榜播报的时间了，哇，马上就要放春假了，所以很多唱片公司啊都提供新的专辑，让同学们在假期当中可以好好的来欣赏一下哦。我们就先来为您介绍许多新的一些专辑唱片，请看。第一张来自香港的彭羚的专辑《我的眼我的泪》，周子涵的专辑《勿忘我》，潘美辰的专辑《谁叫我是真的爱你》，张小文的专辑《生活就是》，梁朝伟的专辑《为情所困》，木吉他的专辑《梦田》，这是一张老歌新唱的专辑。有老将，有新人，有从香港来的，有本土的艺人，哇，非常的丰富啊！也希望同学们在假期里面可以多多欣赏，也希望你们对于国语专辑呢能够投出您的关心与了解。那么接着呢，又是二十名到第十一名了，这个星期也有新进榜的，请看。郭富城《一生情人》，这是精选集。郭富城一生的情人是谁呢？从他唱的情歌里发现，他对情人的定义很广泛，因此呢，好像老少咸宜，大小通吃呢。郭富城的这张专辑唱片啊，其实这个在市场上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可是最近才进榜，我相信也是经过很多朋友深思熟虑之后才投下最神圣的一票的。那么接着再来看看第十名到第六名的部分。第十名，哦，这也是一张精选集，情人的眼睛，钟镇涛阿 B 的专辑。阿 B 他曾经唱过的歌曲重新的包装整理，跟郭富城的情歌很明显不同的就是阿 B 的情歌比较落实于生活，比较成熟一点。第九名，王杰，只要说你爱我，今晚七周上周是第八名。这个星期没有第八，两个第七。叶倩文离开情人的日子，叶倩文高亢的花腔嗓音，每每增添了无比的戏剧性，也让莎莉的歌多了几分强烈的张力。第七名 ，Tokyo D Forever， 六男两女的组合，使得 Tokyo D 所到之处我都备受瞩目。最近他们在观摩千叶美嘉的录影带之后，希望也能以装傻的方式赢得观众缘。第六名，祝福张学友进榜十二周，上周是第五名。不管呢是这个多数人的组合，亦或是单独个人的表现，每一张专辑都有不同的特色。我们也发现啊，现在的这个专辑上面真的不管是制作单位啦，亦或是这个在包装上了，都花了很多很多的心思。我们也希望呢能够获得更多朋友的青睐，多多去欣赏，多多去了解，那么更需要您直接给他们鼓励。那么最好的鼓励方法呢，当然是参与民生报所举办的金曲龙虎榜的票选活动。票选办法呢，民生报上一定会刊载的，您可以仔细去看一看。那么待会儿呢，还有国语歌曲排行榜五到一，闽南语歌曲排行榜第五名到第一名，也希望你能一起来关心一下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啊！阿飞不在，大家像饿虎扑羊一样。贵宾，咱今晚听台语歌哈，今天晚有一张是新的唱片哦。哦啊，让我很惊讶的就是啊，这一张呢是一位原本演唱国语歌曲的女歌星，非常年轻的女艺人，她来演唱闽南语歌曲哦，是什么感觉？什么滋味的？来看麦。陈爱玲《小爱的红蔷薇》。哎，这很乖哈。这个陈爱玲进入歌坛有一段时间了，最早的芝麻龙眼到现在啊，虽然单飞了，但是不断的在外形上，在歌声上力求进步。啊，这边哪会去想讲要唱台语歌呢？哎，你听看麦，你就知影哈。啊，咱过来看麦，第五名到第一名。啊，白冰冰啊，我们的大姐大，夯楼得够啊！这张专辑里面呢，白冰冰在造型上、MTV 上都做了一些突破。第二个六名，康苏鸾，红蓉红的专辑起码六周了，上周呢是第一名，这个礼拜成绩也退步咯。第四名，空海路行流，李翊君的专辑，李翊君也算是从国语专辑转到台语专辑相当成功的一位啊，他无论是在唱腔上，在感觉上都很投入。第三名，胸足为行情，张秀清的专辑进榜九周了，上周是第三名。陈美凤《包金棒不记》，这个星期呢进步到第二名了，进榜两周，上个礼拜呢是第四名。第一名，我们再度恭喜林彦如。林彦如呢，早毕业嘎毕，成绩相当不错，进榜七周。
闽南语歌坛呢也是很蓬勃，你看啊，有不少原本是唱国语歌曲的歌星呢，现在也转投入闽南语歌曲的门下了。所以我们也在想啊，往后这个闽南语跟国语应该会有更进一步的交流的，我相信也是受到很多观众朋友你们的鼓励，他们才会有信心大胆做这样尝试的。所以最好给他们的鼓励方法呢，再重复一次，参与民生报的票选活动，他们会直接感受到哦。那么待会儿还有国语歌曲排行榜第五名的第一名，也要请朋友们一起来关心。好了，现在呢是第五名的第一名的阶段，这是国语榜的第五名的第一名。刚刚看过闽南语歌曲排行榜的第五名的第一名啊，这个星期的闽南语跟国语呢都稍稍有点不一样喽。我们赶快来看看第五名的第一名的部分。啊，没有第五名，两个第四。陈淑桦《爱的进行式》清清如水的造型与唱腔，让淑桦这张精选集再次的获得了大家的青睐。第二第四名，齐秦《无情的雨，无情的你》。哇，上个星期是冠军呢，这个礼拜拉到第四名了。不过他已经进榜六周了，成绩也算相当的不错。第三名，郭富城《天涯》。哇，郭富城又是同时两张专辑进榜，郭富城两度两张专辑同时进入前二十名，在金曲龙虎榜上再创新纪。第二名 ，Every Boys That's the Way， 进榜六周，上周第四名 ，Every Boys， 他们这种英式台语腔的国语歌曲，在台湾市场上掀起了一阵高潮的。第一名，我们再度恭喜吴启贤，太傻，上个星期是第二名，这个礼拜又再度坐上冠军宝座喽。好歌是不会寂寞的，虽然几经翻滚，终于还是坐上了冠军宝座，所以我们也恭喜他们这几位非常努力的艺人。我们也同样的期盼所有的观众朋友，你们也能够努力一下，好好听听给予你们喜爱的专辑，给你们喜爱的歌手一些票选的鼓励啊！我们也期望下个礼拜呢，在整个排行榜的成绩上，因为有您的参与而显得更加的蓬勃，更不一样。那么这是这个星期的排行榜成绩，为您揭晓到此，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见。看我的 MTV， 哦哟，好难看呐、啊！很好看、啊，我觉得是有史以来啊最好看的一个 MTV。真的吗？对，那瓜哥瞎了眼呐、啊！哦，怎么会瞎了眼？